眼前这个小姐姐只是因为 cos 的胡桃太过可爱，竟然让无数网友挖掘小姐姐的其他作品。然而以为找到了宝藏 coser 的网友们点进小姐姐的社交账号后，却发现这位小姐姐竟然是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的世界冠军。不仅如此，小姐姐和她的男伴甚至是双人滑历史上唯一取得过超级大满贯的组合。这次 cos 只是喜欢胡桃的小姐姐一时兴起。就在网友们感叹玩原神的都是些什么神仙人物的时候，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找到另一位世界冠军，发现小姐姐的花滑男伴竟然也在玩原神。更离谱的是，小姐姐的花滑男伴不仅在游戏里的冒险等级都到了52级，甚至还表示他对游戏的高自由度的玩法以及游戏中多种文化要素的结合感触很深，比较喜欢的角色是钟离和七七。